最佳女主角最后五强排名不分先后，爆喜症下流上车族，车系咪一齐？你哋就大咗孙就走到日本。陈伟回归，如果唔系当年你洗还手买走大部分嘅股份，我哋而家同香港越得居，根本就可以相安无事。陈莹皮子殿下，我从此后我冇人冇物，又唔见得以前嘅嘢。江美仪下流上车族，而家有个事业有成，有两层楼有人追你个女，有啲乜嘢问题啊？你唔系想好似有个力咁样，揾朝唔得晚，唔知自己做乜嘅死靓 cat 追你个女啊？李思华今宵大厦二，你以后都会系咁。你唔会再嚟的。紧张啦，华哥，到你宣读啦，今次。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22最佳女主角。嗯、哇！我谂都系众望所归嘅。你帮我读，我带佢出嚟。由你带。你頭先帶咗一次噶咯喎，今次你帶兄弟，你唔好次次靚女都係你帶好唔好啊？最佳女主角下流上車族江美儀，江美儀2013年憑住衝上雲霄二榮獲最佳女配角，今年喺下流上車族嘅莫文蔚大結局上演一場真情剖白，擊中觀眾淚線成為熱話。今晚美儀姐達成自己嘅里程碑。10年前是最佳女配角，10年后是最佳女主角，实至名归。恭喜你啊，好犀利！唔好喊住啦，唔好喊，唔好喊。你感动咗好多人噶套戏，你喊我又想喊噶啦。我冇谂过会攞到奖噶，心哥，即刻俾佢，即刻俾佢。我俾咗你先吓，俾咗个奖你先。你全靠林敏聪啊！我同你拍咗咁多套都攞唔到，会唔会你一拍林敏聪就攞奖啦？咁我第一个系咪要多谢佢先啊？梗系多谢佢先，唔系多谢咗我先。系，我俾你一啲好。失敗的經驗，係咪？咁啊，跟住你就要多謝佢啦，係嘛 ？OK， 冷靜啲，講乜嘢啊？冷靜啲，冷靜啲。首先我要多謝TVB 頒呢個獎俾我。我以為我自己唔係親生女，唔會攞到呢個獎。而家唔同噶啦，而家好公道啊！阿高層喺度啊嘛。我要多謝曾生，多謝曾姐，多謝樂小姐，多謝鐘樹街，多謝我哋嘅街道，多謝下流上車族入面嘅所有嘅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我要多謝台上邊咁多位嘅兄弟姊妹，多謝曬你哋，多謝。陳偉，我哋好爭氣啊！同埋我要多謝東張西望，除咗有老鼠啊、曱甴，佢幫到手之外，原來同東張西望講，我想我俾爹哋媽咪你睇，佢真係俾咗4張飛我，我爹哋媽咪喺度。我上次攞最佳女配角，佢哋冇嚟到，我覺得好遺憾。今次佢見證我攞最佳女主角，多謝曬啊！多謝曬所有投票嘅人，仲要最緊要就係多謝我嘅經理人，因為咁多年裏面我又唔係揾到好多錢，但係唔知點解佢又唔掟我走，一路都幫我，仲有多謝我對我不離不棄嘅所有粉絲，我嘅髮型師，我嘅化妝師，
總之多謝曬你哋啊，多謝。